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跟死神亲密接触过的人，所以我现在有权指点你们的人生了。我叫熊顿，毛豆出招，目前靠画画养活自己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没病啊你！有时候活在自己的想象里，其实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。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在乎，没有恐惧，没有忧愁，甚至没有死亡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当别人人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结束了。你怕吗？你得相信，上帝给我们安排每一次挣扎都是有目的的。其实从来不存在来不及这回事。难受就跟妈说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你对我的意义。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要健康起来。要珍惜，抓紧，有限的时间造起来。滚蛋！